好好吃啊！东方，东方，东方，你快醒醒啊！东方，东方，东方，总算找到你。 太过分了，东方，东方，你醒醒啊！师父，爹爹，求求你救救东方吧！爹爹，东方，爹爹，东方，爹爹，你醒了，走，我扶你上床休息。 你还以为我死了？嗯，骨头做的饭我还没吃上呢，我怎么会死？东方，你受伤了，别多说了。骨头，我想多看你几眼，我怕以后。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东方，东方，爹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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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师父，东方他。 师父，东方的伤到底怎么样啊？他的伤很重，符真断是紫薰的绝技，若不是他之前伤了元气，东方雨清必死无疑。我现在用真气吊他，但其47时辰之后，他的真气无法自行运转，任谁也救不了他。子薰，你我修行多年，修的是心存善念。 而你现在，居然想置人于死地，而且还伤。